有请我哋今日嘅嘉宾，大家好，陈柏宇，你好啊，大家好。喂，今次咧出呢一只嘅专辑啦，投入咗几大嘅时间啊，同埋个力落去里面咧？专辑里面我想尝试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演绎歌，唔想俾大家即系有个好重复嘅感觉，永远都系得一把声陈柏宇，咁好想去突破呢一样嘢。会唔会系合作嘅即系班底啊，都会令到你嗰、那个？自己的壓力都幾大下咯，會噶每一次同新嘅監製合作都有唔同嘅火花，即係佢哋要求嘅嘢都會唔同，咁都學到好多嘢之餘，亦都要係辛苦啲嘅。咁今日啦，要喺呢個台上高咧，要唱俾我哋聽嘅係哇，芸芸當中係咪揀到好辛苦啊，先至可以攞到出嚟唱俾我哋聽？但我覺得你首先應該要唱頭先啊，陳啟榮話好中意聽嗰首。好。就送阿飛機一首送佢啊，飛機係好，有請陳柏宇。世界看似这秒要沦陷，末日就像是日要降临，路上站着十万个孤苦灵魂，每段故事际遇也很紧，别离后来未忘某个人，习惯辗转到后行，几声太富有弱者挤出眼泪怀旧，惯性去悔疚，实际是自己亲手背负了石头。那个人没有失去，失恋后那需唏嘘，但理性心未碎，难敌到最高就会倒退。占有时别怕失去，松手后记忆一堆，也会逐步流逝去，亦向不沾愿付流水。岁月如水，几声太富有弱者挤出眼泪怀旧，惯性去悔疚，实际是没法再追究。那个人没有失去，失恋后那需唏嘘，但理性心未碎，难敌到最高就会倒退。占有时别怕失去，松手后记忆一堆，也会逐渐沉死去，亦向分散往后退。往后退，每段故事际遇也邻近，别离后来未忘某个人，但是也必须继续行，虽已过，继续向前行。Thank you。好，我哋多谢晒陈柏宇，唔该晒。